大家好，我是刘畅，刘畅地产，欢迎来到 Beauchemin 酒庄。Bonjour, je m'appelle Jean-Christophe Massé, équipe Frank Hugh. Bienvenue au vignoble du Beauchemin.高兴今天可以跟赵女士坐在一起，了解一下您酒庄的情况。好的。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了解一下各方面这个酒庄的这些这个细节。我第一个问题想问，就是说您的这个Beauchemin酒庄跟别的酒庄，为什么不太一样？从地理位置来说呢，我们呢在大概离蒙特利尔一个小时的车程。另外我们的酒庄呢，直径就不超过2公里的，在圣劳伦斯河上有一个圣彼得一个湖，有这个，因为这个湖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气候环境，这样对种植，对葡萄的生长非常有利。从经验来看呢，我先生他从小，青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一个他父母的一个好朋友，这个人是从法国移民来的，这个先生一起学酿酒。他把他呢已知道的这些经验和技术都传承给了我的先生。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是因为这要得益于我先生他的小儿子，就是他呢，比较喜欢品酒，所以我们就邀请了他的老师，来到我们家里 ，OK， 来看一看。当然他的老师也都是世界上顶级的这种品酒师哈，比如说像Madame Vejonique Hevey 这位女士呢，她是拿到了世界2013年第二名的品酒师，还有就是她我先生他儿子的这个老师是咱们加拿大品酒师学会的会长，他们对我们的酒也都很快的就接受了，而且也认同他们这两位品酒师的这些评论吧，因为他们的这些评价，所以呢就为我们呢打开了这些餐厅的大门。从我们种植葡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葡萄的行距和间距，都和其他魁省所有的葡萄园都是不一样的。我先生完全采用了法国葡萄酒庄的这个种植的方法，它的行距和间距，我们的行距和间距都比其他酒庄要小。因为我先生呢，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这个葡萄也是，它虽然它是个植物，但是它是有生命的。他希望葡萄两个葡萄之间，他相信，两个葡萄之间也会说话，所以呢，他就要让这种葡萄之间相近，然后让他们自己的这种自然的竞争能够产生优胜劣汰。再一个，我们在酿造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的香料还有一些给葡萄一种特殊味道的那些香料，包括橡木这些，我们的红酒都是要在橡木桶里面待2年的，因为这样呢，它可以充分的吸收那个橡木的味道。我们秉承呢，就是一定要品质第一，不是数量第一。赵女士，既然咱们Beauchemin酒庄这几年做得越来越火，而且名气也越来越好，被魁北克所有最有名的这些意大利餐馆、法国餐馆都被认可，而且每年呢，他在我们这儿订的酒就几乎一年都订完了，包括我们这个酒庄现在被很多世界上有名的这个品酒师的高度的认可，为什么我们现在考虑把这个酒庄转让出去呢？是这样哈，我们想到转让这个酒庄呢，也是为了继续把它发展下去，因为想让它最大程度的发展它自身的这个优势，把它所掌握的这些多年的经验和技术能够传承下去吧。可以说，因为确实这个地是一块很好的地，非常适合种葡萄，而且我们呢也用这个9年的时间呢来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想
把它继续的做下去，继续的发展下去，可以。